晚安，凯特琳。还可以来团，我们一级团好像挺强的，有牛在，有卡牌，有剑圣，有寒冰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来个 Q 上司。算了，不了吧，他又没 T， 我们可以推一波线再走的，直接推完线出来还可以买个绿药，还可以留个 T， 放 留个 T 就算了，我觉得走出来要亏兵，但直接 T 出来就不需要亏兵了。抽死了，直接 W 可以重置一下。把小兵别让他一勇，现在可以 AWA 重置普攻，刚才等于多 A 了两下，这个加强还是很可以的， A 完之后立马抽张牌又能接着 A， 这赛季刚改的。不要强行抓啊，我都差点忘记他是个剑圣。AWA， 我老子差点被他宰了，这线只能给了。塞拉斯对线还是有点不讲道理，这两个英雄伤害不是一个级别的。然后被动我们去下这波，他现在被动打塔都能用，这版本卡牌属于大加强了。看上去不错。这再次牛逼。他没偷我们的啊，需要留一下人了，我可以肯定他在后面给灯了。一定要带个被动，不要让他回上血，他回上血的话一套能反杀我们。我觉得他要E我呢，
我想给他 E 一下，他终于知道偷二了，但他二的保留时间有限的，逃避对线了，玩个塞拉斯。好的，现在这个 E 的被动拆塔在重置普攻拆得很快，一会儿就拆完了。小伙子有点慌了，我差点拉到我了。回家把装备买一下来。他勾回来他就死。不光来一个，我这不还有 T 在的。再来个发电机，待会准备蓝牌秒人了。我怎么法强有点低啊？我这装备，待会来个戒指。确实不在，我们可以杀这女警，但是这家子可以压起身了。我想等个仙宫再杀他。狼牌吧，这边有点难。这不一定要切蓝了，切黄的 Q 就甩不出来了。来个美甲，运气不错啊，皮毛咬切一张黄牌。这卢登的伙伴这版本是不是也加强了？感觉先直接出火箭要带一点缺伤害的。这女警必吃这个塔的 ，A 一下就没了。他这波一定会吃，直接开大，我点。给踢毛吃就好了，感觉我买了书之后就没叠起来这样，待会再叠不起来给他卖了。我不该管他们的，我是要掉了呗。刚叠起来又没了，这把需要个女妖，这不要了。现在可以最后一件鞋子换火炮就可以了。Thank you.
清醒了没有？最后剑来火炮很好用，卡牌这版本刚改的，暴击我们有加我们的技能伤害，攻击力还有加 Q E 也有 Q 跟 E 的话都有 AD 加成。直接开了，再试一次，再来个蓝药。再见，晚安，凯特琳。晚安，提毛。大家也晚安了，光荣下班，明天见，明天6点准时不见不散，大家晚安了。